什么意思呀？小舅给你承诺了？那倒没有。他们投行的电子邮件啊，说了，夯实基础再谋发展，意思就是咱们只要把基础夯实了，就会给咱们机会。一句婉拒的客套话啊，就被你演绎成这个样子。你用脑子想一想，就连苹果、微软这样的大企业，都在用代加工厂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。身为资深的金融机构，富顿投行的专家们，怎么会鼓励品牌运营商跨行染纸业呢？很多大品牌也都自己加工啊，比如宜家。有丝毫可比性吗，王董？宜家在全球有300多家大卖场，没有中间环节，人家直接服务于海量终端客户。慢慢，我们也会有自己的门店的。王大成，现在是市场细分年代，我们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一味的做大做强，一旦资金链断了，等着我们的就是死路一条。依兰，尊敬的依总，我承认你说的都是有理可循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未来资金不够充盈，我们就放弃眼前大好的机会，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？哎呦，什么样大好的机会啊？国务院去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，把我大中华打造成制造强国的10年行动纲领。王大成，咱们公司根本就不是国家政策扶植的创新企业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大盘的批发商啊，那些行动纲领跟咱们没关系。其实这就是个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，咱们只要有了自己的生产线，做大自己的品牌，自然而然就摆脱了批发商的这种身份呀，然后再借助国家政策，那融资通道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打开了。就我听你这么说来说去啊，还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台面太小。我之前不是同意了让你扩展线上业务吗？啊，你就照这个方向步步为营，稳步发展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不好，太慢了，我都40多了，等不及了。40多怎么了？等不及什么了？等不及做行业老大了。你还没喝就醉了呀？什么意思？你看不起我是吧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是我太了解你了。你了解个屁！你从来都是对我视而不见。王大成，一直视而不见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今天特意去做了美容，我修了指甲，换了新的礼服，你看见了吗？还是看见了装作没看见啊？看到的文档，可千万不能把那个小布给暴露了啊。嗯，好。是不是王总在你身边呢？嗯，对。那我先挂了啊。嗯，好嘞。谁的电话？钱经理。我一猜就是他。玉清姐，让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他是无意间在你的电脑发现了并购方案的，希望你不要怪他。算了吧，早晚你也得知道。舒雅对您要并购流水线的事怎么看啊？可不能说是舒雅提出来的，不然肯定给我翻脸。舒雅一开始有抵触情绪，后来被我说服了。被你说服了这么轻易啊？舒雅过去的成本观念还挺强的呀。身为领导，不能光有成本概念，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。嗯。今天晚上的餐厅不错，你挑的？不是，是舒雅让助理帮着订的。干嘛呀？给舒雅发个微信。为什么？谢谢他呀。老婆，你今天真的太漂亮了。现在恭维我呀，晚了点儿。一开始想夸的，当时被惊着了。太漂亮了。谢谢舒总帮忙订的餐厅。看来我是多虑了，预约今晚上不过是个巧合。Thank you.
来了。快点开门呢，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拿刀劈了。干嘛呀？你住着急。关门干嘛呀？是，我怕吵着孩子。坐坐，给你贴面膜。人家说这个牌子控油效果特别好，你这大油脸帮我试试。不是，你真打算做微商？马云都说了，再不做微商就晚了。是，人马云说的是微信是把好牌，可惜玩坏了。别说了，嘴都歪了，这大脸。哎，可惜儿子睡了，要不然我就让他看看，爸比妈咪都是大白变的。张先，嗯，我做微商，嗯，真心没意见。哎呦，我真心没意见。非常时期三瓜两枣，总比没有强啊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不是，妈，你又干嘛呀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先调整内部。这是内部，汉子妈穿的再女，动作也是男士的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个 Q 吧，太低流了吧？不会呀、啊，售货员都说，一般的女孩都会喜欢。妈，你不把我收拾一般了，你心里不踏实是不是？你可真猜对了。拿着，百分百，天朝的菜不就是？不许送别人啊！妈好不容易给你挑的。妈，和我爸谈怎么样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问。我已经十四了，十八岁才有议政权。10点半了，自己收拾收拾，晚安。晚安。佩姐，路线踩好了吗？从早市出发，加上红灯啊、堵车呀、啊，都算上40分钟，足够了。太好了，那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。那早上先送姨姨上学，我拉着我妈逛超市，8点钟，嗯，准时汇合。OK， 嗯。巨悲惨的韩剧看看吧，平复下我悲催的小心脏。小회장끝났잖아몇시간남고있어좋아너정도면딱이다咱别打车了，咱坐公交吧。啊，妈，我不是打车，蔡姐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这么严丝合缝的使唤人家，刚刚送完衣就得往回翻呐。没事的，妈，蔡姐不计较，人家不计较，咱们更应该体谅。对对对，您说的对，
那我下次注意。好，走。慢点，菜给我吧。再把自己累晕，就不跟你好了。老婆的早餐。会吧，公司这个月底要迁往天津自贸区。真是的，这不是逼得哥们儿两地分居吗？不是，有没搞错啊？我上个月才要到个车号，跟女老子要搞异地恋了噻。早说两天会死啊！老子刚把家人挣到北京来。哎，我说，不跟着去，有赔偿吗？没有的，那合同上写的，员工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公司签旨。我给你们讲哈，那帮龟儿子明显是在搞阴谋。没这么便宜，一毛不给，法院告他王八犊子去。行行行，不行，我不能去天津，我不能让美丽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。凡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，公司将以现金形式补偿，一个月工资以示安慰。请相关人员马上到 HR 办理离职手续，公司结算至今日感谢。感谢不急，感谢。哎，张猛，看来还是胡总被解聘合适哎。按工作年限，他能拿好几个月的工资赔偿呢。原来如此，老胡他命真是好啊！就是，就是好。啊，这么大伙儿是吧？啊？黄董，您看哈，客户的投诉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红利的最后一批帐篷上周二就已经到了，合同明明已经履行完了。可钱经理硬是压着人家30万尾款不会，啊！喂，钱经理，把红利的30万尾款马上打过去吧。汇不过去，公司的死规定，即使货物提前入库，也要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。这是为什么呀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您要有异议直接打给易总吧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他怎么就挂了呀？
这可怎么办？佣金我都收了。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这样吧，晚上回去我跟易总商量商量吧。算了吧，王董，商量也是白商量。你没听见吗？这是公司的死规定。哪有什么死规定啊？那刑法还有修正案呢。哼。王董，嗯，我发现您真是越来越有男子汉气概了。你可别夸我了。怎么了，王董？有心事吗？易总，对咱们并购工厂流水线的计划持不同看法。易总怎么知道的？前几天看到我电脑上的文件了。我记得我那天关来着呀。关晚了吧？他还是看见了。并购计划如果胎死腹中，就没有人替二叔的工厂解资金困难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鼓励王董，让他坚持下去。王董，嗯，其实易总反对也是在意料之中的。我当时有个办法，也许能为你解燃眉之急。但是易总不能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恨死我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说。既然公司股份您和易总一人一半，按理说不管易总同不同意、认不认可，您都可以处理自己的那一部分资产啊。哎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我可以用自己的钱完成并购吗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依兰呐，啊，你把我骗到夜里来看病啊？蔡姐，你听我的啊，你怎么开进来的？怎么给我开出去？妈，你们不听话是吧？我自己打车走。哎，妈，你要是好好看病啊，我就让权。你再说一遍，您好好看病，我让权。当真？当真啊？哎，你让了权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可以当您的秘书啊。我怎么听你先诓我呀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您觉得怎么样，你才能相信啊？我要一票否决权，成交。哎，你跟谁学的这是？咱也不做生意，跟您孙女儿学的。来来来，下车，不用你们扶我，我能走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能走。吃的苹果，好好吃的苹果。对不起哈，儿子，我也知道这可能没有那妮妮好吃，但是你知道那妮妮多贵吗？顿顿，妮妮这么一小瓶儿，6.5块。你知道妈妈大苹果多少钱？妈妈买了这么一大袋，7.6块。哇，差的不要太多呀。你尝一口。你不尝怎么知道不好吃呢？嗯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吃吧？是不是？这是原生态，乖宝贝。嗯，都乖自己玩啊，都乖自己玩。喂，哎，妈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那特效药管用吗？管用，好多了。梅丽呀，
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，是想告诉你，你表姐明天生日。明儿我姐生日？对呀，依兰，她怕想起你大姨一直不过生日，可明天这个生日啊，她不同以往。明天你表姐40岁了。我姐40岁生日，哇，那确实是不能马虎。是啊，是马虎不得。妈要是在的话，我肯定给她好好的操办。可是我回老家了。妈，哎呦，我给我姐操办，您都不知道，我最近跟我姐走得特近。他没事就给我送好吃的。那太好了，你们姐妹俩是应该勤走动。当初你大姨生病的时候，我要是跟她勤走动，你大姨也不至于憋着一肚子委屈走了。妈，你哭了？妈，哟，妈，你说话呀，妈。你妈呀，这是想你大姨了。爸。啊。爸，您让我妈放心，明天我一定给我姐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日 party。你赶快劝我妈去啊，好好照顾啊。哎哎，好，好，好孩子啊。你放心吧，啊，放心吧。威儿，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。妈，别紧张，这是最后一项。等做完这一项，我带您去吃好吃的。我还真有点饿了。而且比你上回参加那个劲爆多了。而且咱们在里边还有偶像，还有舞伴。我妈把我舞蹈班都停了，可没提比赛的事儿了。哎，你可以先做个视频发过去，等有了参赛资格，我觉得阿姨想拦肯定都拦不住了。参赛视频我帮你做，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。没事，肯定可以。快看，嗯，你看。虽说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可谁成想真会这样。坚决不能告诉美丽，为了妈妈咪的病，老婆已经快崩溃了，自己扛着吧，哥们儿，抓紧找工作是真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妈！
来了。啊，蔡姐，我来吧。啊，好，好，慢点。我宣布一件事，从明天开始，家里由妈、奶奶做主。妈做主？为什么呀？你想重新回公司管理啊？我没有说要重新回去管理公司。不会是为了腾出所有时间来管理我吧？也不是，真正的原因是，真正的原因是过去咱们换届呀有些匆忙，出现许多的小矛盾、小摩擦、小问题。其实啊，新老交替也好，继往开来也罢，都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是吧？对对，没错。哦，我再补充一句啊，今后呢，为了防止扯皮，在这个家里我享有一票否决权。这你都答应了？对啊，我答应了。哎，奶奶，什么是一票否决权啊？就是家里做任何决定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出去行吧，出去行吧。老婆，我以前确实有点太畜生了，所以以后打扫卫生这事就交给我了啊。真的太棒了，我最讨厌打扫卫生。还有那个衣服，以后你就直接放洗衣机里，我来洗啊。哥们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哎，老婆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你要涨工资了。不是，那个我们公司最近吧业务不是很繁忙，所以呢胡总恩准我5天年假。嗨，哎，那个待会儿儿子醒了之后我帮他洗澡啊。你帮他洗澡那我干嘛？你待着呀，坐在这儿看看书，喝喝茶，享受一下，想干嘛干嘛。干嘛？你还想参观呀？我跟儿子那可都是男生。哎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这是歇年假这样啊，还是未来上了班也这样？他妈，我就知道这是短期行为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长期的，一直坚持下去，以后都这样。张猛，你是不是背着我跟小妞劈大腿了？没，绝对没有，没有劈腿，也没有小妞。真的，我可是名正言顺的这个世界上极其之难得的人品英雄啊。就是想做个好老公。嗯，我继续干活了啊。哎，兰姐姐，明天中午我们去看梅姐姐吧，先不要告诉她，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行，那就明天中午12点，在他家楼下碰面。嗯，拜拜。梅儿，梅儿，干嘛？回卧室睡吧。不回，我已经睡着了。不信你听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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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噜！哦，对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没什么，就是为了让咱妈安心看病。嗨，你也真是的。也没什么呀，我妈高兴罢了，都是表面文章。蔡姐是我招的，老梁已经被我收编了。哦，原来是空头支票，也不能这么明显吧？我会给足咱妈面子的。那医生怎么说？明天才出结果呢。哦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钱经理的给你电话了吧？没有啊。奇了怪了啊！
原先只要沾钱的事儿，都是早请示晚汇报啊。你这话说的，财务制度在那儿摆着呢，用得着早请示晚汇报吗？还说呢，现行财务制度有的地方就是太死板了。什么地方死板？你说的具体点。红利最后一批帐篷，周三提前入库了，合同明摆着履行完了呀。可钱经理啊，扣着人家30万尾款，就是不会。我打电话催的，人竟然不接我的茬。不怪玉琴姐，规定就是这样的。即使货物提前入库，也要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。有这个必要吗？这规定有点伤和气吧？谁伤和气了？红利的老板电话打你那儿了？直接打舒雅那儿的。王大成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再质疑啊？客户提前发货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本质上无异于转嫁了仓储的成本。舒雅是个打工的，不计较就算了。你可是老板，怎么也跟着犯糊涂啊？哦，原来是为了节约仓储成本哈。我疏忽了，我疏忽了。哎呀呀！就是他吧，温润无刺激，祛斑效果好，价格也便宜。哎呦，真是不容易，脸都快给贴破。啊，撒大网捞小鱼。这么多用人单位，怎么着也得成一个吧？几前20名，要不然舞蹈课就彻底没戏了。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。老袁，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。这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，要不然舞蹈课就彻底没戏了。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，要不然舞蹈课就彻底没戏了。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，要不然舞蹈课就彻底没戏了。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。
明天这个事儿谁也不许提，孩子会有心理障碍的。妈妈妈，您千万别。你别说话，家务事你是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依兰，我问你，你说，我那一票否决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要使用。今后啊，我那宝贝孙女儿就是考全校倒数第一，我也认了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那舞蹈课必须马上恢复。妈说的对，毕竟身体比学习更重要，而且跳舞又不是什么坏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准时啊！你也挺准时的呀。擦过了。拿毛巾给儿子擦擦手。都刚擦过了。拿毛巾给儿子，拿毛巾擦擦手，擦擦手去。拿毛巾。我去，我给忘了。张母怎么去书房拿毛巾呀？二位，哎，威儿，怎么把灯给关了呀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